从今以后，我陈建明只疼苏美依，只宠你，疼你，相信你，答应你的事都会做到。结婚以后，老婆的话是最高宗旨，工资收入全交，剩菜剩饭全包，家务找我全做。永远记得老婆是对的，如果不是，那一定是我想错了，如果不是，那一定是我听错了，如果还不是，我看回第一集，没有变啦，老婆是我选的， OK 啦。像像早上刚来很青春这样啊！哇，要痛啊！把这些老